好点声说话行不行？你跟得那个社交牛叉这么一样，在孩子面前给我一点 face， 你靠北，你真的是。谁也小不了，带没电脑吗？最小不了打游戏吗？拜托这位女士，你管这个小电脑，还给力比我都大，还打游戏，打字都费劲，你靠北，你真的是。那我不管，我给打游戏你选一个，你选什么？我选亚索。对呀，你别想了。早知道我就在幼儿园时候就开始存钱，你靠北，你真的是，下辈子我再娶你，我是狗。你说